我是朱立英，就在2011年報讀呢個上海財經大學的金融博士班。我今年是2017年畢業啦。咁我就在呢度多謝上海財經大學各位的師生各位嘅老師不停咁指導我哋。特別要多謝咧就係我的導師丁建平老師、丁建平老師同埋趙曉谷老師、趙小珠老師。同埋教我呢、這個金融工程學嘅周平老師、周平老師，多謝佢哋不停咁鼓勵我，令我今日可以有畢業嘅達到畢業嘅地步，亦都多謝上海財經大學不停咁俾支持同鼓勵我。